花花老师，我发现这几个拼音都是由两个单韵母宝宝组合在一起形成的，而且都包含单韵母一。你观察的真仔细，这是我们的新朋友复韵母。复韵母就是由两个或三个单韵母结合而成的韵母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我们赶紧来认识一下它们吧。大自然中的一草一木都是有生命的，如果没有了它们，世界将会缺少许多生机，我们的家园也会变得毫无生趣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爱护花草树木哦。同学们看，这个人种小树苗的姿势是不是就像复韵母宝宝 I 的样子呀？ I 宝宝是由阿宝宝和小一宝宝组合而成的哦。至于它的发音嘛，就很像是爱护的爱字的读音，把爱字的声调去掉，就是复韵母 I 了。 I 啊加一就念 I， 爱护树苗 I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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加一就念 I， 爱护树苗 I I I。 哎，同学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呀？哦，原来是有人砍柴发出来的声音。同学们快来看看，这里又藏着哪些我们认识的单韵母宝宝呀？赶紧把它们找出来吧。花花老师，我找到了鹅宝宝和小一宝宝，那棵树干的形状就像单韵母宝宝鹅，那个拿着斧头的人就像单韵母宝宝一。没错啦，鹅宝宝和小一宝宝组合在一起，就变成了复韵母 A。 砍柴的时候要用力，人们就会发出 A A A 的声音。 A 鹅加一就念 A， 用力砍柴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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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鹅加一就念 A， 用力砍柴 A A A。 冬天来了，寒风呼呼的吹，冷极了。同学们快看，这个人都戴上帽子和围巾了呢，围巾围出来的样子和小帽子垂下来的小球，是不是就像一个乌和一呢？它们组合在一起，就成了一个新的复韵母，微，微，乌加一，就念微，围上围巾，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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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乌加一就念微，围上围巾，微，微，微。怎么样，大家都认识这三个复韵母了吗？现在我们一起把这三个复韵母宝宝
送回家吧。I 啊加一就是 I 占上格和中格，记得啊和一不要离太远。A 啊加一就是 A， 它也占上格和中格。微乌加一就是微，微同样占上格和中格。